他们今天带来的这首歌是 You Raise Me Up， 也就是说是抚育我成长，所以这首歌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给献给妈妈的礼物。那么这首歌呢，我上个礼拜呢在皇后 Queen's Crossing 听她唱过，所以让我非常感动，因为她这首歌就是在上个礼拜的母亲模范母亲节的表彰上面，她带给所有的母亲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请 Nancy Liu 和她的这个 brother 来跟我们共同来带来这首 You Raise Me Up， 掌声欢迎。哇！辛苦了。